老公，你回来了，我正打算榨果汁呢，你等一下啊。叶静怡，你别再装了，老公，你别相信他，他根本……老公，千千家是怎么了？他是生病了，整个人都怪怪的。你别再演戏了，我知道你想干什么，你抢不走王静的，你给我出去！千千，千千，老公，你给我出去！老公，老公，你别信他，他是装的。你，静怡没事吧？你不会真的相信他了吧？我跟你说过了，他是装的，他在演戏啊！实在是不行了，老公，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呀？咱们出去说话，出去说。真的相信他了吧？他在骗你，他是在演戏。医生说他患了失忆症，我在网上查了，刚才他晕倒那个症状跟网上说的一模一样。你傻呀？难道就不可以买通医生，伪造一个病例吗？啊！我跟你说，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公司就要倒闭了？于金现在开始大量收购董事们的股票，